你别说话，你别说话，你嗓子难受。你这样，你打字跟我说，你快点，我着急。小果，要不要跟我们出去玩呀？啊，不了，我要单独行动。哦，先走啦，拜拜。你在学校吗？在公寓。我在这儿。一秒，两秒，三秒，被吓着了。在那别动，我过来。不用不用，你别过来，我就是想给你个惊喜。你发我一个定位吧，我自己打车过去。你别过来哦。就在那儿等我。干嘛？怕我走丢啊？我过来呢，就是想来看看你。你忙归你忙，不用管我。我是不是应该提前跟你说一声？我可以自己待着。我嗓子难受。你怎么弄的？不是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发烧了吗？你看医生了没有啊？还是自己吃药了？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你别说话，你别说话，你嗓子难受。你这样，你打字跟我说，你快点，我着急。都不说呀，你今天都没说，前两天也没说。心疼死。好了，好了，我。我前两天脸色一直都不太好。他让你看见了。
影响心情，影响你训练。你快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，还有生病的过程。我没事。什么没事？你都这样了，你说详细一点。你之前就瞒着我了，不信你。你等一下。你看这个。等等，都是一些 VC， 还有一些润喉的，没有感冒也没有发烧，真的没什么问题。没有发烧。次见面就像刚认识，刚在一起。你笑什么？我们本来就刚在一起。对哦。